好，我是翠翠。看到今天封面就知道我终于要再来整佑哥了。这次的想法呢，就是总共要换三套性感内衣。在佑哥认真工作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他的反应会如何呢？他会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来抱我，还是非常敬业的把他的工作全部给完成呢？那我今天总共会换三套嘛，第一套就是兔女郎装，就是这个我已经穿在里面了。谁让我真的兔女郎装，我等一下还会带这个小的，这个小兔子看得到吗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几套啊，介绍一下，不给你们看，还会有一套我超级喜欢的这个旗袍风，很有气质的旗袍，它该遮的地方全部都有遮，但是就是若隐若现，因为最近才买的。然后还有一套我准备的比较特别一点的，就是这个泳衣，就是比基尼那一种很简单的一个胸罩，然后再加一件泳裤。好啦，那就这三套衣服，不知道佑哥反应会如何。第一套粉红兔女郎，这时候佑哥在干嘛呢？脑袋撞到是不是？那辛苦老公了，老公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就这样啊？不然你还想怎样？嗯？第二套泳装比基尼清凉登场。你把坏掉吃掉。好，我把坏掉吃掉。没有坏掉，坏掉吃香蕉。老公要吃饱哦，待会见。第三套性感气质短旗袍。一下，不然会曝光。如果我讲对，我就免费帮你吹吹肩膀。那你觉得内裤跑出来这样对吗？那这样子就不会跑出来。窗前明月光。下一句。疑是天上窗。不是疑是地上霜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很好心，还是可以帮你捏捏肩膀。捏捏捏捏捏，有没有很舒服？那你再试一下脸部，你啊。你这样塞我哦。晚上我就看我怎么用大香蕉塞你。你不要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会被黄标。啊、你不要塞。然后晚上换我服务你，错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可以自己吃，不需要你啊。拜拜。各位各位，我发现啊，刚刚那三场啊，念佑哥都有点太震惊了，我不知道他是第一次看我穿这样子，所以不知道要做什么反应，吓到做不出反应来还是怎样，我就准备了第四套，第四套就是这个，噔噔，小护士装。小护士就是猫猫小护士装，它其实有附一个帽子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帽子超级难戴，就是戴上去它马上就会掉下来，所以我就改成猫耳朵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最后一次去找佑哥玩 ，Go！ 老公，我跳舞给你看，这是打鼓，最喜欢叫哟，
我喜欢许晨很久了哦。我也喜欢你很久。你知道从哪边看的时候我喜欢许晨很久了吗？哪边？你先站在那边。我喜欢许翠云啊，怎样？我喜欢许翠云，所以穿这个。还有啊，你看啊，臭脚印。我这双袜子真的会被撑爆啦！这双我很喜欢嘞、欸，这可恶的脚。有啊。还有什么内裤嘞？没有。那你跟我一起跳打鼓舞，结束这回合。是平常翠翠跟佑哥会在家里耍白痴一起跳的舞哦。预备开始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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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还有什么舞啊？对，奶罩掉了，怎么办？他那个我流太多汗，他有点掉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帮你用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我帮你用啊。隔天来采访佑哥，来事后访问一下我们佑哥有什么想法。他在，应该在客厅。几点在睡？刚刚真的是太累了，刚刚一个运动完，整个满身大汗哎。什么运动？啊，就有人就是在那边乱诱惑人家，然后结束就跑去运动一下、啊。你看满身大汗，我现在全身汗臭味。你确定不是你太胖？那你对我刚刚第一次穿这么性感可爱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很傻眼，我想说这个人疯了吗？他是多么饥渴？因为我看你完全前三次都不动，因为我都待在那边，平常都没有这样子过，怎么突然这样子？他是吃了春药？那你喜欢吗？这是怎样？流那么多汗，你觉得我喜欢吗？好啦，我们来一个温馨结尾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小狗狗，柯基宝宝最喜欢吃兔子的屎，不要乱吃！你要吃不可以吃屎啦！兔子屎的罪魁祸首就是它，肉肉非常惬意的躺在地板上，什么都没有它的事情。娜娜，坐下。哦，好乖哦。嗯还会翻跟斗，他是柯基。拉拉，拜拜，拜拜，期待拉拉健康长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喜欢的可以帮影片按一个赞。我是翠翠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